追根溯源探产地，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谁知盘中餐。我们每天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食物，但是你真的了解它吗？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？说起羊肉啊，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吃法，像红焖羊肉啊、孜然羊肉、烤羊串、烤全羊，哎呀，说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看的这盘羊肉，它既不是炖出来的，也不是烤出来的，听说它是崩出来的，叫干崩羊肉。哎，这种干崩的手法哈，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。味道怎么样？咱先来尝尝哈。看起来还是不错的，哎，外焦里嫩的样子哈。尝尝，嗯，吃起来外焦里嫩啊，香味很浓郁。有点像烤出来的，有点像煎出来的，但是这还不是它最大特色。据说呢，这个羊肉最大的特色是做的时候不用一滴水，也不用一滴油。那你说这怎么做还不糊了呀？这样的羊肉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？在一家内蒙古餐厅内，我们的编导看到这里有一种叫干崩羊肉的美食，非常受食客们喜爱。来这边吃饭的食客们几乎每一张餐桌上都有一份干崩羊肉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羊肉能吸引这么多人慕名而来呢？这个肉它吃起来肥而不腻，然后羊肉挺多汁的，肉质特别嫩，特别香，很不错。来他们家必点的菜之一。您知道做这道菜的时候不放一滴油一滴水吗？是吗？就不放油不放水，就肉质这么好吗？这么鲜嫩。编导品尝后发现，这种做法的羊肉口感果然跟别处不一样。而餐厅的工作人员告诉编导，这边做干崩羊肉的羊用的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细毛羊，而这种羊就在鄂尔多斯的乌审旗。为什么那里的羊能做干崩羊肉？这种羊跟普通的羊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为了一探究竟，编导立即出发去了鄂尔多斯的乌审旗。荒漠的地方如何养出肉质鲜美的羊？鄂尔多斯细毛羊能制作干崩羊肉的秘密又是什么？鄂尔多斯市是一个盛产羊绒的地方，每年的羊绒产量在全国占很大的比重。那么作为一个重要的羊绒产地，难道这里的羊肉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？编导带着疑问来到乌审旗溯源。哎，大哥，哎，大哥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想找那个乌审旗。我这就是乌审旗。哦，但是我现在这标志上全是写的那个嘎鲁图。哦，嘎鲁图镇，就是嘎鲁图镇，就是乌审旗的一个镇。哦，它就属于乌审旗。哦，属于乌审旗的。我们想找那个鄂尔多斯细毛羊，您知道哪里有人养这种羊吗？我们乌审旗就有细毛羊。嗯，那前面那一家就有细毛羊。往前走就能看到，是吧？对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大哥。编导根据牧民的指引，又走了20多分钟。终于找到了一户养羊的牧民。编导看到他们家的羊是一种黑脸羊，那这种应该就是鄂尔多斯细毛羊了吧。你好。你好。咱们这养多少只羊啊？养了300多头总共有。哦，你现在在喂羊是吧？对对对。我能帮你一块喂吗？可以，那儿有个盆。哎，好好。一天喂几次？一天3次左右。这羊感觉很听话的样子。啊，吃的时候比较听话。我能抓一只吗？可以可以。咱我们从这边进去，然后在那边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了。行，我抓一只试试。抓。行。好的好的。哎呀，太难抓了！哎，哎呦，哎呦！
哎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可抓到你了，哪里跑？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羊不好抓吧？是是是，看着挺温顺，还挺难抓的这个。哎呦呦，还想跑，还想跑你。咱们这个羊是可以做干焖羊肉的羊吗？干焖羊肉。啊。哦，这个羊是萨夫特，做不了。做出来不好吃。得那个鄂尔多斯细毛羊才能做。这里没有鄂尔多斯细毛羊。哦，你们家没养那种羊？没。闹了半天，这种黑脸羊根本不是编导要找的羊，而是一种叫萨福克的羊。原来不是所有的当地羊都能做干崩羊肉。到底鄂尔多斯细毛羊长什么样子呢？为什么只有它能做干崩羊肉？编导在牧民的带领下找到了当地养鄂尔多斯细毛羊的牧民金克勒家。金克勒是当地养细毛羊的大户，每年从他家销往全国各地的细毛羊都有上千只。那能带我看一下咱家的羊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行行行，好，大哥，咱不是去看羊吗？可以可以的，去看羊，咱们开车走啊。要看自家的羊，你还要开车呀？咱们家是牧区的草场大，开车就不去的话就是找不到。咱这牧区有多大呀？我这就是3000多亩，还有做的4000多、7000多亩的。哇，这么大啊！开这辆车吗？啊，开这辆车。哎，行行，好嘞，那我坐车。嗯，好。从哪边过去啊，大哥？从那边。哦，从这儿过。金克勒开车载着编导去找羊，然而越走编导越奇怪，因为车子开进了一片沙地里。这种地方能养羊吗？鄂尔多斯细毛羊怎么会生活在这种地方呢？太艰难了，这个路走的。哎，那我坐车能上去吗？可以上。哎，我师傅，您这开车技术也可以啊。开几年车了？开10来年了。我的天！怕吗？哎，好高，太高了。金克勒开着车来到一个沙梁上，在这里能一眼看到附近的景色，这样就能确定羊群大概的位置。这都是沙子呀，大哥，这能养羊吗？这样、可以，可以养。这可以养，我的天哪，这全是沙土啊！沙土就是沙子里面就沙草，已经现在下雨到都是绿绿的了。这种小沙子呢，这叫沙米。这叫沙米。沙米。羊爱吃这个吗？羊爱吃。是这个吗？我天，这风沙太大了，那我眼睛都睁不开了。今天的风沙太大。哎呀，天哪！天啊！好好吃吧，好吃吧，找羊。金克勒在附近发现了沙米，羊群会在这儿附近吗？金克勒开着车，带着摄制组继续搜寻着这片区域。风沙太大，搜寻的难度很大。而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。怎么回事，师傅？走不动了？走不动了。哦，天哪，我下去帮您推下车吧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我谢谢你了。好。哎，大哥，咱这都走20多分钟了，还没看到羊，你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哎，没，我也去不进。今天是风大，嗯，是民间的，咱们继续找一找看吧。行吧，咱们再继续找找吧。继续找一找。这地方太大了，今天风沙也大。风沙也大。这现在车也开不动了，现在只能下不走吧。哦，只能下去走啊，是吧？那咱们下去找找吧。下去找一找。好。找羊的过程一波三折，刚找到一点线索，车子就彻底走不了了。这么大的风沙，摄制组还能找到羊群吗？金克勒又会有什么找羊的诀窍呢？这么难的吗？走过吗？没有，我没走过这么难走的路，太难走了。会不会在那边呢？其
那边看吧。那边看看吧。这是什么草呀？哦，宁条是吧？宁条。哦。这个是羊最爱吃的。哦，这羊最爱吃这个，咱们西牟羊最爱吃这个。最爱吃。沙地中原来还有这么多植物，可见这里虽然是沙地，还是有适合羊群生长的环境的。而庆克勒也根据这些植物推测到了羊群的大概位置。庆克勒告诉编导，这种方法就是牧民找羊的诀窍。自己找找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哇，耳朵里面进沙子了。哦，就这种是吧？啊，这种。哦，开花就开这样的。啊，开这样的。哦，它上面有好多刺啊，这个。啊，这里面现在就有刺儿，种子。有种子。啊，看看这细条。啊，这细条怎么了？刚羊吃过，你们看不出来，我们就看出来。哦，这羊刚吃过。羊吃过。那这羊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肯定有。咱们在这附近再找找，应该能找到。应该找到吧。行行，咱们再找找看吧。今天不是白辛苦的。是是是是，对。脚印是新的，哦，这是到的，这什么脚印？这个羊，哦，这羊踩过脚印，这个沙子也湿的，沙子湿的啊，是的，羊刚蹬过的，刚蹬过的，那咱们就顺着这脚印应该能找到它，应该找到的，马上找到。刚啃食的植物，沙地上翻新的羊脚印，根据这些蛛丝马迹，庆克勒断定羊群就在附近。他让编导跟他一起加快脚步，顺着这些踪迹追去，这样才能尽快找到羊群。哦，在那呢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好多好多羊。哦，在那呢。三六和你吃草子呢，吃草子。哇，这真不少啊。哎呀，这是一部分吧。经过了一上午的苦苦找寻，编导终于见到了羊群。本以为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生存的羊会长得很彪悍，而眼前的羊却是一副软萌可爱的样子。这种浑身披着厚厚绒毛，在风沙中优雅地吃着草的羊，居然就是鄂尔多斯细毛羊。为什么这种软萌的羊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呢？大哥，我看前面咱们这边是配种站是吗？是是，咱们这个羊做配种都是人工授精。哦，人工授精。人工授精，人工授精好处是怎么呢？改良快。一个种羊能配个一年时间1000到500到1000只。咱们这个羊还是杂交的吗？杂交，欧洲美丽鸟杂交的，纯种欧洲美丽鸟杂交的，这些很多年了，五六十年了，一直人工授精。这么长时间了啊！原来鄂尔多斯细毛羊是澳洲美丽奴跟本地羊杂交的混血儿。本地羊能在恶劣环境中生存，美丽奴羊的羊毛厚，模样可爱，通过杂交才有了现在这样软萌可爱又耐风沙的鄂尔多斯细毛羊。那这样一个混血的羊，它的羊肉跟别的羊有什么不同呢？为什么他做出的干崩羊肉那么好吃呢？我们这个羊还有叫懒汉羊。哦，为什么叫懒汉羊？它很懒吗？它就吃饱了就饿下了。吃饱了饿下了，它油脂吃饱了饿下了，它那个油脂还多。还有懒汉羊，它就吃饱了乱不跑那个不乱跑哦，不乱跑，不破坏那个嫩草。走了这么远才找到的羊。本以为鄂尔多斯细毛羊是擅长长途跋涉的羊，没想到居然是一个慵懒的羊，吃饱了就休息会儿。那这样一种懒汉羊能做出干崩羊肉的秘密又是什么呢？为了探究干崩羊肉不放一滴水一滴油的秘密，编导来到当地一家专门做干崩羊肉的餐厅，找到大厨来探秘。我就会啊，太好了！那您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干崩羊肉的做法吗？可以可以，我现在正在准备做。啊，太好了！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做的，好吧？好嘞。哇，这么大一只羊！是，必须得就是咱们这个羊要是好吃的话，得个40斤以上。做干崩羊肉，大厨为什么要拿一整只羊？
难道大厨是要挑选羊身上某些特定部位的肉来做？咱们现在是把羊肉分割完了是吧？是，分割完了。它是用哪一块羊肉来做这干锅羊肉呀？羊的基本上每个部位的肉都有，做这个干锅羊肉必须得这个肥瘦结合，就是每个羊的每个部位的肉全要有哦，因为它这个有肥肉，肥一点的肉做出来以后，把那个里面的油出来以后，就是最后就是有那个干香的味道。下面咱们是要下锅，直接下锅。那下锅有没有什么讲究呀？就是把这个肥一点的放在最下面，因为它那个温度上来，锅的温度起来以后，把它的油本身扣出来，本身是不加水不加油的，另外不加水不加油的，把它的油扣出来以后，它不是不容易糊锅吗？哦，要不然它会糊锅的，哦，它会粘底。原来这干煲羊肉不放水不放油还不糊锅的秘密，就在于要把肥一点的羊肉垫到下面，锅加热后就会把肥肉上的油脂扣出来，再用这些羊肉本身的油脂把羊肉做熟。来，放那个肥一点的放在下面。好，油的香烟已经都出来了，必须得让油出来以后，它就不容易粘锅。好嘞，好，下完了。那李师傅，咱们这个下一步放什么调料了？是只加盐。啊，只加盐吗？只放咱们这个盐就可以，不需要加其他任何调料，直接就用这个盐就可以。下一步就直接盖锅盖。好，直接盖锅盖。直接盖上锅盖。要等多久呀？等一个小时四十分。行，等一个小时四十分，咱们就等着它干崩，见证奇迹吧。好，啊，李师傅，你看时间也差不多，是不是可以开锅了？可以开锅了。行，那咱们开锅吧。好嘞。这咱们一滴油没放，烤出来这么多油。对，你看现在这是没有放一滴油，就是把羊体里面的油全部给它扣出来，扣出来这么多油。你要说出来这么多油，客人吃了的话，吃在身体里面就是不利于健康。所以说咱们现在发明了一道这样的一道菜，把这个油全给它扣出来，所以说就给它发明了一个干煲羊肉。哦，这样。用羊肉本身的油脂把羊肉做熟，既保证了羊肉的鲜香，又让羊肉本身多余的油脂从肉中剔除出去，健康又美味。而正是鄂尔多斯细毛羊懒惰的性格，让它身上积累了大量的油脂，才造就了这不放一滴水也不放一滴油也能做出来的干煲羊肉。不仅如此，大厨还告诉编导，要做出最棒的干煲羊肉，除了油脂够多之外，还跟羊的年龄有关，必须是三岁甚至三岁以上的羊做出来的干煲羊肉才最好吃。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么老的羊呢？三年这么长的养殖周期，牧民还能赚钱吗？为了一探究竟，编导再次回到青克乐家。为什么做干煲羊肉要采用年龄大的羊？长养殖周期还能盈利的秘密又是什么？编导第二天再次来到青克乐家的草场，想搞清楚用老羊做干煲羊肉的秘密。刚到草场，编导就看到青克乐在抓羊，这是要准备宰羊吗？编导也赶紧上去帮助青克乐抓羊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大哥，抓不住啊，跑太快了。厉害了，大哥，一下就抓到了。大抓羊就大抓羊的后腿，抓后腿，就后我。抓后腿就抓到了，就是猛一下抓到他的后腿就行了。
然而青科乐抓羊并不是为了宰杀，而是要给羊剃羊毛。是因为天太热，担心羊披着厚厚的羊毛会中暑吗？我们的羊是毛茹两用的。啊，毛茹两用。两用的，我们就三年、一年交个7到8公斤毛。去年最好的年头是1斤毛是26块钱，三年交羊毛就本钱都回来了。三年下来，这个用这个毛羊毛都已经把这个羊的成本给了啊，给赚回来了啊，给了，还肉还一直长着呢。等于说咱们现在卖这个羊这是纯利润了啊，纯利润。原来这长养殖周期还能赚钱的秘密就在这羊毛上，羊毛的品质好，能卖上好价钱，牧民的收入也就增加了，而且养的时间越长，牧民们赚的就越多。然而养的时间长了，自然就没有羔羊的肉嫩。这么老的羊做出来的干崩羊肉会比羔羊肉做出来的好吃吗？对于编导的疑问，青科乐决定拿羔羊肉和3岁的羊的羊肉同时做干崩羊肉来对比一下。3个月的小羊。哦，这个是10个月小羊，那个是3岁大羊。3岁的细毛羊。细毛羊啊。哦，行。他们试试哪一些适合做的干崩羊肉，他们试试看吧。好嘞，好嘞，行，那咱们试试看吧。这盖上锅盖就可以等它就行了，是吧？等着就行了。好嘞。他们的肉也可以出锅了。啊，可以出锅了。现在已经做好了是吧？啊，做好了。啊，已经做好了。现在咱们这个十个月的小包子哦，10个月的小包子羊肉哦，看着也是嫩嫩的，好看的。这个就是3岁的细毛羊哦。羊肉出锅了，到底哪种更好吃？编导猜对了吗？这是十个月的小包子的肉哦，这十个月的啊、这是3个月的哦，3年的那个。细毛羊哦，行，那我先尝一下这个啊，挺嫩的，挺香的，我再试一下这个，好吃吗？这个很有嚼头啊，这比那个好吃吗？我觉得这个更好吃一点啊，这必须要那个炖干崩羊肉托，必须要3岁以上的哦，你看这个就稍微一点，这个都是骨头都离开了。哦，这个不能那种，更耐炖一点，耐炖。越耐炖就是那个肉就好吃了，五花肉也多，3岁的就五花肉多。这个小羔子，当年小羔子，就是素肉多一点，五花肉少。瘦肉多一点。油也少一点，就那种的。油脂少。就剩一个特点是嫩，这个比10个月的小羔子肉的话，就是营养丰富。营养更丰富。为什么呀？那个是。时间长了，草场里面的各种120多种草药，一直吃那个草药，3年吃，吃了个遍，那就营养更丰富，蛋白质高，就是说这个积累的时间更长一点这个长一点，所以它可能更好吃一点，所以做干崩羊肉，咱们还是用三岁以上的细毛羊为了探究鄂尔多斯干崩羊肉的秘密。编导从北京出发，行程900多公里，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乌审旗。半荒漠化牧场上，种类繁多，为羊群提供丰富营养的植物。牧民们一代代选育配种，3年以上的精心养殖，都成了鄂尔多斯细毛羊肉质鲜美的必要因素。地方特色美食啊，往往和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有着紧密联系。干崩羊肉和长了3年的羊，二者一碰撞产生了火花，独具风味的地方美食延伸了特色农产品的产业链，也让地方农产品的特色得到极大的发挥。好的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谁知盘中餐，追根溯源探产地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。